这正是大家向我们应该爱有欢迎才对啊！哎，你是休困一下，娃娃，少峰哥，我咱两个啊，你暗插家己人伫阮爸的身躯边，这笔账要安怎算？小明，我甲雪莉的交情是阮的代志，这并无代表讲是我甲雪莉安排伫恁爸的身躯边。所以阮爸若是问，你嘛拍算要安怎回答伊？小兵啊，你做啥？我是用阮爸的想法去判断，我要甲阮爸斗，恁家己知影好歹。所以你要拍算你要安怎做？我无爱你做大业集团的接班人。你这个人无老实，我无爱阮爸甲你合作。小兵，这算起来是阮的家内事。是不是阮家己解决？啊，你莫插手。阮爸是恁集团的大股东，恁的家内事就是阮的公事。就准做是安尼。阮爸把算甲事业交予我，这句话恁拢有听到。根本我无资格替阮爸竞合作的对象。还是爱我去董事会顶面讲，恁才听会入去。其实是叶志成叫你安尼做，对不？伊无讲你半句歹听话。所以我才会欣赏伊的人品。即马你问这句，干那代表你袂好好检讨你家己，你确实不如志成。志成大事，我当敢知啊？我也袂跟阮爸讲。今日这件代志，是阮业界的事实，拜托你，绝对唔通互夸张知影。啊，若无夸张的，会对阮大哥失去信心的。志成。你去想个五万块，少峰，原来拢是你伫变空吼，雪莉，你藏在我身躯边，你干死我，哥，哪吒，郭大伟，雪莉，志成，你为着。要维护恁业界的名声，唔肯接受我的帮助，你感觉安尼有价值啊？我未婚。我跟你讲啦，你安尼为着结婚，白卡白手在做代志，有一天，连恁爸爸老你的车幸福，你都收袂掉。爸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啊？这怎么做唔到代志啊？我诚心诚意问伊。雪莉跟少峰有暧昧无？一个咧，伊就是唔讲，阮无好啊，即马别讲啊啦，是咪要向我交代？并且伊早就知影，雪莉跟少峰佫有关系，伊唔若随在伊，佫替伊暗藏，爸，伊嘛无讲出来啊，是安尼无甲云雀阿姨讲啥？你是太可怕一些，云雀是少峰的妈妈，你期待伊会甲讲啥？杨国辉对志成是有不满的，伊若勇敢讲出来，就表示伊是一个有理智的经营者。志成，你哦，妇人之仁，你精华细胞。爸，你搁伫遮创啥？